你资格不够的，我们要审查的，是要讲资格的，不是随时能来送的。那你有什么资格呢？你跟我说，资格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能来送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资格。听得懂听不懂？现在让你回家。我不知道啊。回家。啊好，你不懂是不识字。那谁有这个权利啊？谁让你们拦着的了？啊，拦东西你们有权利的，给居民解释你们没权利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让你把话说清楚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让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想干什么？